许悦然从来没有想过放过夏沫。我必须要提前计划了，你和爸爸保佑我。雅望姐姐，他们来接你了。还是这样穿好看。小雅，舒雅望，崔维然疯了，他给你带这种东西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都会过去的。这些是我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车祸的罪证，还有这些年曲悦然在海德所有的罪证，把它交给警察。好，赶紧带他走，曲悦然回去了。夏沫说曲悦然要回来了，让咱们赶紧走。你们快走，我不能走，我这个脚镣一出，这个门就会报警，他的人就会过来。把这个交给警察，不用管我。要走一起走，他曲悦然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怕他。我真没事儿，快走。好。对了，把他们两个也带走。坐。亚望，快跟我走。等我很久了吧？等着看你落败的惨相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曲薇然，跟你结婚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了你所有的秘密。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把这些秘密都带出去。所以你从回国接近我开始，就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秘密。这些证据已经交给警方了，你逃不掉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五二三什么意思？5月23号，那是第一次我见到夏沫的日子。同时是我开始实施计划的日子。我当年一心只想夺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如果有了孩子，我的计划是不是就完美了？不可能。从你利用我伤害夏沫的时候，就不可能。舒雅望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啊？你以为那个孩子是因为你囚禁我错过了抢救时间是吗？
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，曲蕊然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是我求医生告诉他不要留下这个孩子。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有孩子。请记得。